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常委蔡冠生。大家好，我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大家好，我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大家好，我是霍振云，全国人大代表。大家好，我是高永文医生，港区的全国政协属于医卫组。今年两会我关注的议题是推进大湾区建设，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加强在线教育监管。今年我关注的议题呢，首先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跟香港的全面融合。我希望 RCEP 香港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科技跟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怎么能够把香港的青年人、香港的初创企业能够跟大湾区全面的对接，都是我们关注的。这一次两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啊。我们国家将会进行“十四五”规划，我们希望能够发挥香港的一些优势，让香港再次的一个腾飞。这次会议里面呢，我准备提出有多个问题，就希望呢两地恢复通关以后呢，经济可以的发展起来。大湾区跟香港也很密切，中医中热这个方面呢，我觉得香港是有条件可以跟大湾区一起大家来发展。我在两会期间会提出的有三项提案。第一项呢是促进我们商业医保的发展，令到大湾区的市民呢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第二个提案呢是希望呢能够在香港呢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中医药人才培训的平台。我很关注如何利用香港融入大湾区，在科技创新、国情教育、文化、武术交流方面合作，促进是两地的发展。预祝呢我们两会顺利召开。我预祝两会是取得圆满成功。预祝2021年全国两会圆满成功。我也预祝我们全国两会圆满成功。预祝两会圆满成功。我在这里祝福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圆满成功。我希望两会呢开得圆满成功，为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呢开好局。我尤其是希望香港的代表和委员能够在北京开会期间做好香港和中央、香港和全国各地的交往工作。